喂，小李啊，你不用往这儿赶了，反正也在我家门口，我去售后服务呗。怎么的，老板就不能亲自上门售后服务吗？没关系的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在客户家呀，你的态度一定要好，千万不能让客户把我们给投诉了，听见没有？好的，没关系，不麻烦，就在我家门口。啊，就这么地。干啥呀？装花仙子呢？老板呢？我就是。你？我给你打的电话。你是售后服务吧？啊。今天落我手里边了吧？啊、你们的服务宗旨是啥呀？我们的服务宗旨是，顾客是我妈，我和顾客是一家，顾客就是我上帝。我想咋地就咋地。你爱咋咋地。我投诉你。为啥呀？你咋才来呢？顾客对不起，我早上跟一个山炮吵架，所以来晚了。是不那个山炮还在你车上写字儿啊？是的，是那个山炮。怎么跟山炮说话呢？啊！我现在是顾客，给我赔礼道歉。道歉，听明白没？道歉，道歉，对不起。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对不起，这是道歉的表情吗？对不起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顾客是什么呀？顾客和我们是一家，顾客就是我的妈。行，那妈请你把电闸拉一下，妈想看看几款机是不是死机了。好嘞。哎，你占顾客便宜，你给我赔礼道歉。对不起。这是道歉态度吗？对不起。这是道歉表情吗？对不起。我在你的道歉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不乐意。我今天还就不乐意了，我不干了，行吧？我来买东西，我现在是顾客。王倩，你是干啥的？服务员。给我拿东西。拿啥？面包。好。买单。妥了。哼。对不起，俺家机器坏了，机器坏了，机器坏了！你把衣服给我穿上，给我道歉。现在我是顾客了，这是道歉态度吗？对不起，这是道歉表情吗？我都说了我不干了，我是来买面包的，你给我道歉。俺家面包咋的了？你家面包长毛了，道歉。啊、对不起，这是道歉的表情吗？啊，对不起，这是道歉的态度吗？我看了哪长毛了？这是肉松面包，肉松面包本来就带毛的。我现在是顾客，你家机器坏了是事实吧？给我道歉。我是买面包的，我是顾客，你跟我道歉。你家机器坏了，我是顾客，你给我道歉。你家面包坏了，你跟我道歉。你家机器坏了。你家面包坏了。你家机器坏了。你家面包坏了。你家机器坏了。你家面包坏了。我家面包坏了。你家面包坏了。我家面包坏了。我家面包也坏了。我家面包也坏了，咋的？你家面包坏了，你干啥呀？啊？上库房给你找去啊！王倩，王倩，你这你干啥呢？找面包呢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让你开超市，你给我拆迁来了。大姑，是这么回事，他家机器坏了，他是售后服务，不修机器，搁这找长毛面包。大姑，你告诉我，你家长毛面包搁哪呢？哎，什么长毛面包？什么长？哪儿坏了？不没插插销吗？这不插上就好了吗？这不是啊？这玩意儿还插电呢？这王小倩，你说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，你给我看个稀碎你呀、啊？你过来，我得说你几句了。这是顾客呀，你不能把你的坏心情放到顾客身上啊！不管是啥样的顾客来，我们都得笑脸相迎，笑脸相送。不管顾客有啥问题，我们都得耐心的解答。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？背一遍。我和顾客是一家，顾客就是我的妈。给你妈道歉。哎呀妈！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小花妹妹，我替她给你道歉。对不起、啊。别姐姐。
要道歉的是我，我是售后服务的，我又不是顾客，我来了一眼机器都没看，光顾跟他吵架了。对不起。你别你看你给我整得这样，你说这咋整吧？咋整？你收拾收拾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你看，哎，我那个车上字儿，你啥时候给我擦？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，你浇吧浇吧不就完了吗？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爷爷。对，我现在告诉王叔叔去。你瞅你俩，动不动就告诉我爷，动不动就告诉我爷，我爷笑一顿你们高兴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说命运哪，王小倩，你真倩。